吃鸡惊现神秘土行孙，整个身体陷进地里，还背着降落伞。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上楼了。666又是经典的开幕雷击，两兄弟一顿听声辨位，硬是能把手雷同时扔到自己人脚下，这就是双向奔赴啊。看下一条，说一款游戏来证明你已经老了。说一款游戏来证明自己老了，评论区有人说天天酷跑，还有人说洛克王国，不过最老的应该还是造梦西游吧。不服的评论区讨论。看下一条，为什么我八个印记申请不了巡查员？这边一直显示招募名额已满，哪位大佬能告诉我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招募名额已满啊。巡查员系统都已经开了3年了，当时所设立的条件现在也很容易达成，所以就会造成申请人数太多的情况。建议凌晨12点申请，说不定有奇效。好家伙，刚想说你两句，结果欲言又止了。想过探头，想过后退，甚至还考虑过腰射，但我是真没想到还能蹲起啊！顶级操作。看下一条。哎，他说倒了，还在地里卡着。你看，这是个真人的，这不是人机，真人的这个头发。卡地了。投稿的同学想问，这个是怎么卡的？不知道啊，现在的 bug 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，什么炮弹人、大脸怪、胸口一只猫外加秃头，一把游戏全是节目效果，懂的都懂了。